是江湖害我被开除，还假装不知道，我也不会再让他好过了。我要爆料侯俊，他其实是个双面人。你还好吧？讨厌我侯俊的人，我会先伸手接纳他。你每次在外面闯了祸，帮你擦屁股的都是我。你要我拍这种鬼东西吗？综艺节目名字是《所以我和黑粉结婚了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 M2 超能胶原影《所以我和黑粉结婚了》全台首播哦。